先讲一下那个 T4018 蓝牙如何配对啊。首先我们把电源开关打开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蓝牙标示，刚刚是不是闪了一下灯，它会自检一下的。首先，然后再后我们把那个蓝牙搜索功能的手机蓝牙搜索功能打开，把它刷新啊。现在是没有搜索不到蓝牙名称的信号的，所以是没有的。我们需要手动操作，就是长按这个速度减号键，长按啊，听到滴的一声，它蜂鸣器不是有滴的一声响吗？然后这个手机它会就自动显现出来了，这个 Gas Town 那个蓝牙名称，我们点击连接啊，配对啊，这里会闪一下，就是你蓝牙配对成功的话，它这个蓝牙指示灯会亮屏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先点一下音乐，放下音乐，知道。再放下音乐。我们如何去断开蓝牙呢？就是长按这个减号键啊，已经断开了啊，这个蓝牙标识也没有了。